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ncent。系你自己嘅入行经过都几得意噶喎。唱卡拉 OK 嘅时候咧，就是、我哋买单，咁、有个人就行埋嚟同我讲话，其实我哋留意咗一阵噶啦。咁我谂紧，边个留意咧？咁可能有啲侍应啦。有少少怀疑。系啦。咁跟住佢就问我话，会唔会有兴趣试音咁样嘅？咁嗰阵时我都即系经过少少嘅，即系谂过一下啦。咁佢最后系真系想去试咯。坚持嘅态度可以杀出条血路，当你发现你嘅路就去做。到处走动，凡事尽力学发功。若是未适用，你怎么笑我原地发梦？要做一个潮流的专家，一定要有内涵，要丰富自己的知识，才算是一个潮流的专家哦。那我们第一集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我们都是年轻人嘛，当然是一切从玩开始。那你这够了。嗰碌幾 OK 喎，你都幾 straightforward。高唔夠急，幫幫手啊！好，你即管講，你要咩條件你先肯同我哋影相？如果你行樓梯快得過我搭 lift 上七樓嘅話，我就做你 model。忙乜嘢？地下有嘢咩？望住我，系咪你做噶？系咪你做噶？阿爸，阿爸，我真系，阿爸，我真系，咁大胆，你咁大胆，我唔问你嘢，我唔问你嘢，你唔准讲。你唔准讲笑人，你究竟系问我钟嘉怡少爷，定系唐人街嘅烂仔啊？唔系叫我你唔好理呢件事嘅啦咩？你仲系搞出咁嘅嘢？阿爸，我真系冇。你走去做啲咁烂渣事！阿爸，我冇叫你讲嘢。我是盲的，可不可以俾次機會我啊？法官閣下，可唔可以審咗我先啊？編號 ESCCC219/2017 紋身盒，同樣被控不依交通燈號橫過馬路嘅。喺法庭上面戴咩黑超啊？即刻同我除咗佢。好抱歉，我是全盲的，鬧市人多車多，當其時仲要落住大雨，喺咁嘈雜嘅環境底下，我哋仲要擔住遮，係好影響我哋嘅聽覺。如果法官閣下今次可以酌情處理，咁就好啦。紋身盒。个名咁熟嘅，哦，盲人大律师，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17最佳男主角系，戴翻副眼镜先，我哋，黄浩信，黄浩信，2005年以歌星身份入行，2007年加入 TVB， 2013年成为飞跃进步男艺员得主，2015年起连续3届提名最佳男主角。我以為我唔會咁激動嘅，因為其實我喺 TVB 工作嘅時候，我每一日都覺得我自己攞緊獎咁啊！因為我每一日都可以做到我最中意做嘅嘢，就係去分享我的生命，用角色去感動大家。唔該曬，歐 Sir。唔使客氣，平時食你咁多鹵水雞髀茶葉蛋，能夠為你做少少嘢，應該嘅。哎呀！慢慢。看嚟你之前整親條腰都好嚴重下喎，笑一笑就痛成咁嘅，不如一請假去睇醫生啦嘛。睇怕都要噶啦。哇！歐 Sir， 平姐你都夠啊？你哋攞我嚟講笑就好啦，唔好搞到我歐 Sir。係啊，呢啲咪叫愛咯。睇下你哋搞你唔到。唔好激動，而家罰你哋即刻扶瓊姐入保健室。